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啊。我们刚刚到这个海洋公园，今天海洋公园啊是大雾啊，现在是差不多傍晚6点左右哈，是一片大雾。我在上一次这个天气的时候啊，创了沙尊记录300条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看一下啊，这样的天气我们是否还能创造一个新的记录，或者鱼是否多啊？大家看我的设备，哦，我们现在啊出发了，准备去内湾，内湾的方向。设备还挺多啊，设备挺多，必须有个大车才能拉得住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停车场这一侧人比较少，就是今天的海水高度还是蛮高的。来看一下啊，海水的高度，哦，很好很好，这海水还是比较清澈的啊，然后也比较高，犹如仙境一般啊，全海上全是雾啊，看不见远方。这样的话，鱼也看不见你啊，它会以为这个雾里就是水，它会游到水面上。所以今天是非常好的天气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奔向内湾的方向，内湾的方向明显可能是人气比较旺一些啊，但是。到了晚上，他们没有灯的，就可能要走了。Excuse me. Oh, a lot of people here. So, I think, I think this is good location. 行了，我们就打算在，因为今天的水比较平静，我相信这个鱼啊，应该四散都有啊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就在这个内湾入口这儿钓一钓。内湾入口。在正式开钓之前啊，我们先要探钓一下啊，探钓一下就确定我们最后跟哪立灯啊。大家看一下我的设备啊，这是我的大腰带，这个腰带上钳子、剪子、鱼钩、磨鱼钩的器、尺子，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干支架啊，都有了，所以说也忘不了，每次只需要带这个腰带就可以了。基本的所有的工具都带上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探调一下，疫情期间啊，戴着口罩憋得慌，很憋人呀。我们现在打算使双击个，探调一下，看看双击个有没有什么效果。因为啊，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开钓了，看一下这个双髻哥有没有可能上来就钓上鱼啊。今天刚才创造了九连杆记录啊，立马今天就打破了10连杆，其中有两个双飞。也就是说十杆12条鱼，看看啊，看都还活着呢，看到吗？啊，一桶都还活着，你看多快吧钓的啊！我站在 LED 灯，
现在还不到10:30啊，就开始都走了，轰人了，高效战斗3小时啊，半窟窿150条吧。看大，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3小时战果，一点冰没有，一点冰没有啊，看看多厚，来来，看啊，哦，看到吗？看，3小时战果这么多，啊，我恐怕这记录难有人破吧？哎，看到吗？一点冰没有啊，基本是要半窟窿左右，啊，厚厚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时候这池子50条啊，这池子50条，这池子35条，3个小时啊，135条，全部使用我站的产品啊，尤其是双 G 个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虎鲨2代 C 款，然后呢就是使得这个2.4米的马甲杆嘛，哎，也上了不少。行，欢迎使用我们产品啊。咻，虎鲨钓鱼网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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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